Hello, I'm a Mac, and I'm a PC. 你好，我是 Mac. 你好，而我是 PC. 如果你曾看过苹果在15年前的广告，一定对这段对话有印象。这一度成为苹果最成功的营销创意之一。尽管广告全程只有白色背景和两位演员宛如相声表演一般的对话，却因为鲜明的攻击性，直接暗讽竞争对手微软的 PC 和诙谐有趣的双关梗，引起广泛关注。苹果最近发布了一条新的 Mac 广告，广告中当年那个扮演 PC 的脱口秀演员 John Hodgman 再度回归，而主角 Mac 却不见了。虽然主角 Mac 不在线， PC 却处处都在衬托 Mac。 我是 PC， 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现在 Mac 的性能这么进步？我电量也很持久，而且我速度也很快。咦，我怎么没电了？我要去充电了，祝大家好运。广告发布的时间点是苹果当天发布了搭载新 M1 芯片的 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。 毫无疑问，目的依然是在讽刺 PC 电池不持久，性能不好，落后于新发布的 Mac。 这条广告还有前几年的风格，连脱口秀演员 John Hodgman 的西装都带着时代感。不过这条带着怀旧意味的广告或许很难帮苹果找回过去的辉煌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背景下，苹果这条讽刺竞争对手的新广告口碑如何，目前还很难说。CNN记者报道。